下午在酒店补妆时，宋哲的手机响个不停。他背对着我，鼓捣了一阵。几分钟后，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低声道：“淼淼，我出去一趟。外面陆续已经有宾客到场了，工作人员也在调试灯光，准备彩排。”我心下一慌，一种不好的预感油然而生。“别闹！” 彩排快开始了，我近乎哀求：“我快去快回。”他抽回手，语气冷漠的像是陌生人。说完这句，大步走了出去。等我化完妆，才发现宋哲不在外面。宋哲呢？我叫住伴娘问。伴娘一脸茫然：“出去了呀，一直没回来。”我心凉了半截，给他拨去电话。 那头很快就挂断了，再拨过去又是挂断。然后我收到了一条微信：“淼淼，这次算我对不起你，我还没做好结婚的准备，婚礼那边你撑着吧。”不是，就这么跑了，连自己爸妈都不管了。瞥见他爸妈还在整理着装，我噼里啪啦摁着键盘回复过去：“大哥，宾客就快来了。” 你就当演戏，起码也演完再跑吧。很快，那头回消息过来，不了，在特殊的日子里疯狂一次，他会更高兴。我简直快气笑了，跟我玩疯狂，怕是到最后疯的不是我，是他爸妈吧？我把聊天记录截图转头给他妈发了过去。淼淼，这啥意思啊？ 他妈收到信息，急匆匆地朝我跑来，气喘吁吁的，手机页面还停留在截图上。宋哲逃婚了？什么？他妈两眼一黑，差点晕过去。缓了一会后，他颤抖着手给宋哲打电话，可连打了几个，那头都没有回应。眼看着彩排快开始了，他妈也急了。 大手一挥，一掌拍在我背上，傻愣在这做什么？你倒是想办法呀！我正在补眼线，被他这一打，一条黑色眼线登时出现在脸颊上。我顿时也来了气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腿长在他身上，我还能抓回来不成？他急得团团转，又扭头冲我气急败坏道：“还不是你！” 拴不住男人，要不然小哲怎么会和别人跑了？我简直气笑了。阿姨，你这说的就有些不讲理了。他和别人跑了，你不去怪你儿子，反倒来怪我，这还有没有理了？他听了这话，瞬间不干了，两手一叉腰，大声囔囔：“那还不是你没本事？你现在要是大着肚子。” 他怎么会和外边的人跑了？我冷不丁被喷了一脸唾沫，再看到他妈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，我顿时没了好脾气。我站起身，冷眼看着他：“阿姨，你要这么说，那我真觉得不嫁给宋哲倒是对了。”你胡说啥？他斜着眼，大声嚎叫起来：“我告诉你，孙淼淼，你男人跑了！” 丢的是你的人，不是我宋家的人。说着，就把我往外推，边推边大声冲外面呢。你们来看看，自己管不住男人，在这跟我叫唤，哪家媳妇敢这样？”虽说门外人不多，可耐不住他妈嗓门大，这一嗓子引得外边的人频频回头。我和宋哲从恋爱到结婚。 也就去过他家一次，就那一次，我还真看不出来他妈是这么个不讲理的人。感受到众人投来的目光，我气得牙齿打颤。他不依不饶，直直的把我往外推：“你去，去和客人说，因为你的原因，婚礼延期。”行，我甩开他手，点点头，我这就去和大家说，你儿子跟别人跑了。 这婚礼办不成了，正准备走出去，头纱却一把被人拽住。他梗着脖子，急红了脸：“你打算把我老宋家的脸往哪搁？”我被他拽得脖子后仰，忍不住大叫：“是你儿子不想做人，你找你儿子说理去！”哎呦，真是反了天了！他怪异地叫起来：“我告诉你，你敢瞎说八道！” 我就找人撕烂你的嘴！说到这，他也不顾众人的目光，大辣辣的往地上一躺。反正我不管，这婚礼是你家出的钱，你负责到底。嘿呦喂！他要是不说这话，我还真就忘了，我家出的钱是吧？那宋哲家的人今晚一个都别想进来！我一把拽下头纱扔到地上。 又飞快地拿了四姨的话筒。此时舞台刚布置好，离开席还有不少时间，宾客不多，只有寥寥几人。我拿着话筒站到舞台上，朝下面大喊：“今天谁来当新郎？我送大平层一套，明天过户。”想我孙淼淼虽早早地谈了恋爱，可身边的追求者却是一直没断过。 他妈闻声赶来，在下面大声嚷：“你给我下来，丢不丢人？男人跑了，还在这说什么层？我看连鸽子笼都拿不出来吧！”我没理会，再次朝众人大声问道：“有人愿意吗？”底下的人面面相觑。就在我以为要玩崩了时，突然有个声音响了起来：“我愿意！”我朝台下看去。 却在瞥见那人的一瞬间愣住了。说这话的居然是我们公司的老板顾奈。他长得帅，有才华，年纪轻轻就评选上了本市的富豪榜。当初听说我要结婚，他还和我要了请帖，说一定会准时到。可现在看着接话茬的人是他，我的脑子一时有些嗡嗡的。 他缓缓走来，一脸似笑非笑。怎么？莫非你刚刚在开玩笑？我吓得腿抖。老板，是你在开玩笑吧？怎么会？他歪头看着我，表情认真，又上前接过我的话筒，盯着我，一字一句：“如果你愿意，我来当你的新郎。”可是我一时紧张的不知该说什么好。 没什么可，可是他眼含笑意。我今天这身衣服也挺合时宜的。我这才注意到他的着装，今天他正好穿了西装，头发还特地收拾了一番，整个人更显精神。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就开始准备下一步吧。我懵了，可还是点了点头。乖，他摸了摸我的头，我更懵了。他在工作上是这样的。 高冷、认真、不苟言笑，平时暗恋他的人多，可没人敢和他说话。哦，对了，正要走下舞台时，他瞥见门口的海报，又勾起嘴角。这海报换了吧？海报上是我和宋哲的合照。当时为了给他省钱，我们没拍婚纱照，而是去照相馆随意拍了一张。那会他还说。 等以后有钱了，一定会给我补上，没问题吧，我的新娘。我抬头便撞进了顾奈灼热的目光里，没，没问题。我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他，一瞬间我有些害羞，慌忙低下头。顾奈是我们全公司女生的男神，说起来，我也曾迷恋过他一阵。 可那会觉得他遥不可及，他优秀、努力、光芒万丈，并且我已经有了宋哲，便很快没了心思。可现在看着眼前这张俊脸，我突然有些恍惚。他牵起我的手，温热的触感从掌心传来，把我从回忆里拉了回来。后面的事情就开始变得不受控制。等我回过神来时， 顾奈已经找人给我们拍了合照，又把门口的海报、新郎姓名都换成了他的，一套下来已经完全没了宋哲的痕迹。他满意的点头：“不错。”宋哲妈慌了神，一把拽住我：“孙淼淼，你什么意思？”顾奈在身边，我也没有后顾之忧了。我耸肩道：“你也看见了呀，就这个意思。” 我不要你儿子了！眼看着婚礼现场已经和宋哲毫无关系了，他急得直跺脚。你当我们是来搞笑的？你让我们家亲戚怎么看我们？宋哲老家比较偏远，当时为了炫耀娶到城里媳妇，三十桌的酒席，他家亲戚硬是请了二十二桌。眼看着时间越来越近。 接他家亲戚的大巴车就快到了，我认真点头。你家是挺搞笑的，儿子跟别人跑了，反倒来说我的不是。说完这句，我仿佛听见周围的讥笑声。再抬头，顾奈已经拉着我去门口迎客了。没一会，我爸妈也到了。他们看见顾奈后，都愣了神。淼淼，这怎么回事啊？ 我妈一边搓手，一边偷瞄顾奈，瞄着瞄着就有些喜不自禁了。我爸见到顾奈也是一脸满意。我把我妈拉到一边，又解释了一通。我妈乐得直拍手：“好啊，这新女婿好，看着就比宋哲强多了。”我和宋哲的婚礼就这么变成了我和顾奈的婚礼。司仪经验丰富。 一看就明白发生了什么，直接跳过了父母上台和亲吻的环节。宋哲的亲戚见这场景，全都懵了。最后在他妈的骂骂咧咧下弄清楚怎么一回事后，通通被顾奈请了出去。他家那些亲戚坐了大半天的大巴车赶过来，结果饭也吃不上一口，埋怨声一道高过一道。 最后，由于太吵，顾奈找了酒店工作人员，把他们请出了酒店，徒留宋哲爸妈两人在原地捶胸顿足。我悄悄的给他比了个大拇指。等我回过神来时，婚礼已经结束了，他开着车子停在我家楼下。我一愣，他怎么知道我买的房子在哪？ 婚前，因为宋哲家里没钱，于是我找我爸妈借了点首付，在我们这买了套小公寓。再瞥了一眼顾奈，他倒是一脸坦然。上去啊，他扬了扬下巴。哦，等进了家门，我又犯了难。他来真的，那我们岂不是今晚就要住一起了？他倒是一点也不认生。 随手拿了一条新毛巾，就去卫生间洗澡了。在瞥见房子里我买的那些大红色结婚装饰时，我不自觉叹了口气。我以为宋哲是会一直爱我的。大学时，他追了我好几年。那会他是文学社的社长，张口就能作诗。我被他的文艺气息给吸引，当时脑子一发热。 就在一起了，但她逃婚也不是没有预兆的。她爱钱，喜欢把钱挂在嘴边。比如，她经常说某某给她男朋友买了块表，买了个包。尤其毕业两年，她总把某某当年不如她，现在混得比她强挂在嘴边。再后来，她经常念叨的事又变成林雅中的彩票。大学时。 林雅倒追他两年，他那会看不上，嫌人家胖。直到最近，林雅彩票中了二百万，他倒是开始念叨起林雅的好。有时候说漏了嘴，会说选林雅才是最有眼光的人。丑是丑了点，但是日子过得舒坦，不像我们住这么屁大点的鸽子笼，还有几十万的房贷要还。 我安慰他：“我们也会变有钱的，我没骗他。我家特有钱，我爸是当地最大集团的老总，每年的收入能买下我们当地最贵的一整个小区。但我妈怕我遇人不淑，她婚前交代我，如果我能对家境保密，并且半年内我和宋哲的婚姻不出任何问题。” 半年后，他会把家里大部分财产转到我名下，但那会宋哲听了不以为意，甚至讥笑出声：“我们还能有钱？靠谁？靠你？那我不如靠做梦。”后来林雅再回来追他，他虽然表面上没什么变化，可微信消息却比从前多了起来，也会在下班后。 和我说晚点回来，那时候我没联想到一块，可今天他直接逃婚，我才彻底串联在一起。我把头埋进膝盖里，不禁一阵懊恼。还好我妈觉得我恋爱脑，一直叫我们婚后半年再领证，不然我就真的脱不了身了。正想着，浴室门开了，顾奈披着浴巾。 伴着水汽走了出来，在想什么？他微微俯身，热气熏得我一阵脸红。这样子的顾奈是我从没见过的，头发凌乱，却多了一丝慵懒。水滴顺着腹肌流进浴巾里，我下意识咽了口口水。怎么了？他又问了一遍，充满磁性的声音灌进我的耳朵里，我一阵愣神。 觉得有些不可思议，我羞红了脸，不敢看他。比如呢？他在我身边坐下，侧头看我。比如，你为什么会选择我？他温柔的揉了揉我的头发。你缺个新郎，我刚好想找媳妇，不是很合适吗？那我岂不是赚大了？我小声嘀咕。请你摆正姿态。他点了点我的脑袋。明明是我赚了。 他掰着手指头和我比划，我绕过追求环节，白捡个媳妇，还白的一个大平层，难道不是我赚了吗？我点点头，好像是，而且我得和家里兄弟争家产。我爷爷说了，谁先结婚就给谁送套大别墅。那你看，我白捡个媳妇，还白的个别墅，是不是我赚了？是这样。 我连连点头。那你看，你有大平层，我有别墅，我们是不是双赢？没错，我眼里放出光芒。明天我再把别墅转到你名下，你是不是老公？钱就都有了。那这一波，你是不是稳赚？就是这样，我口水差点流了出来。不对呀，我突然反应过来，你不是说你赚了吗？ 怎么到头来变成我赚了？他敲了敲我的脑袋。顾太太，我们都结婚了，还分什么你的我的？他俯下身，一字一句：“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。”他垂下眼看我，深邃的眼眸闪着光，极为勾人。我被这声“顾太太”叫得脸一阵发烫，慌忙贴开脸，心脏砰砰跳个不停。 洗漱后，我躺在床上，突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：今晚算是我和顾奈的新婚夜吗？我把头深深蒙在被子里，听见外头关灯的声音，还有顾奈由远及近的脚步声，我紧张的有些不敢呼吸。怎么办？虽说他人帅又多金，可说到底，我们私下都没怎么接触过，但今晚。 要是他想做点什么，倒也合时宜。被窝一角被掀开，一瞬间有空气进来，我感觉到身边的人离我越来越近，我微微颤抖起来。然后就在我以为他要进行下一步时，身边突然没了动静。等了好半天，直到连窸窣声都没了时，我微微仰起头，却发现。 他正靠在床头玩手机，怎么了？吵到你了？他微微低头，抱歉，我有睡前看财经新闻的习惯。说到这，他放下手机，关了床头灯，然后躺了下来，睡吧，明天一起上班。他替我掖好了被角，又侧了个身，背对着我睡了过去。卧室里顿时恢复了黑暗和宁静。 没多久，身边响起了他沉重的呼吸声，居然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我无语的抿了抿嘴，想到刚刚的一大段心理戏，我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大耳瓜子。第二天，我特地起了个大早，却发现顾奈不在身边，倒是屋子里浸满了香气。我循着味道走到厨房门口。 发现顾奈正在里面做着早饭，早啊，顾太太，他冲我打招呼。瞥见桌上放满了早餐，我惊呆了，都是你做的。是啊，他嘴角扬起淡淡的笑。我不知道你爱吃哪种，就每样都做了些。他牵起我到桌边坐下，你尝尝。我本以为是黑暗料理，毕竟他每天这么忙。 哪里有时间学做早餐？可一盘一盘的尝过去，我再一次震惊了，不禁竖起大拇指，居然比饭店里的都要好吃。他眼角微微弯起，之前在国外留学时和当地的厨师学过一些。你呢？他又问。怎么起这么早？我这才想起来，昨天特地定了早半小时的闹钟。 本打算早点起来，把宋哲的东西打包一起给他丢出去。他虽然没在这住过，可快结婚时提前拿了不少生活用品来。我恨恨地开口：“清理垃圾。”他一瞬间了然，看了屋子里一眼，又点点头：“是该清理。”我陪你一起，东西不多，收拾起来倒也有两大袋子。 我找了快递上门，一股脑寄到了他公司去，然后坐上了顾奈的车去了公司。昨天婚礼，全公司只去了顾奈一人，所以公司的人还不知道我和顾奈办了婚礼。一上午风平浪静，就在我打算发消息问顾奈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饭时，突然来了位不速之客。 他风风火火地跑进来，一屁股往地上一坐，哭天抢地嚎叫起来：“你们这骗子公司专养骗子，玩弄我儿子感情，你们管不管？”居然是宋哲他妈！我一回头就和他妈对视上了，刚好是快中午的时候，有人出去吃饭，门开着，被他钻了空子。 这一对视，直接引得他妈注意到了我。他一个起身，从地上爬起来，又冲到我面前，颤抖的手直直的指着我，距离近得就快戳我脸上了。孙淼淼，你还有脸来上班？骗我儿子的感情，又骗我儿子钱。今天要是不把钱要回来，我就不走了。周围的人开始议论。 就连刚准备出去吃饭的同事，此时也都纷纷回头。我一阵尴尬，抱着手臂，我站得离他远远的。阿姨，你说清楚，我怎么骗你儿子钱了？他不说话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，丢到我面前：“昨天我招待亲戚的钱，你给我转来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”我瞥了一眼。 纸上写了一条一条的明细，结尾处有合计，一共一万四千元。他又一屁股坐到地上，捶胸顿足，朝众人大叫：“就是他把我们家亲戚骗来，又赶出了酒店，这不是骗婚是什么？二十二桌亲戚到现在还没走，你得负责到底。”果然，什么样的家庭有什么样的亲戚。 我冷眼看着他，这不对吧？亲戚是你叫来的，逃婚的也是你儿子，怎么有脸和我要钱？他呸的一下，一口唾沫喷在我脸上。我儿子逃婚，还不是你不要脸？说到这，他朝众人扬声道：“就这女人不要脸，用我儿子的钱找小白脸，还把我儿子踹了，颠倒黑白！”我气得哆嗦。 眼看着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，我调出了昨天宋哲发来的信息，冲大家大声朗读道：“淼淼，这次算我对不起你，我还没做好结婚的准备，婚礼那边你撑着吧，在特殊的日子里疯狂一次，他会更高兴。听明白了吧？”我扬了扬手机，这记录你也有，该不会是到了岁数眼瞎了吧？ 那你也好不到哪去！他妈叉腰，唾液飞溅，转头就找了小白脸。活该我儿子不要你！我听了这话，扑哧一声笑了。阿姨，你也说了，你儿子抛弃了我，那还找我来要钱做什么？我不管！他妈一副无赖，嘴里吼得超大声。反正我拿不到钱就不走。说到这，竟然直接躺在了地上。 周围几人本来想上前的，见这场景，面面相觑。直到有声音突然在我头顶上方响起：“保安，把他丢出去！”我回头，见是顾奈，他浑身散发的冷峻，整个人站在那里，不怒自威。宋哲妈一听这话，翻了个身，抵死抱住桌角，嘴里大声囔囔道：“谁敢动我！” 我浑身疼，你们担不了责任。保安犹犹豫豫的，不敢上前。他们看着宋哲妈这架势，都有些胆怯。顾总，这动手，后果我来承担。顾奈冷冷开口。保安得了令，纷纷上前，掰开宋哲妈的手，抬起来就往外走。宋哲妈顿时慌了，挣扎大叫：“你们不能这样！” 我一个老年人，我现在浑身疼，我要去报警抓你们！在挣扎时，他突然看见了顾奈，顿时像疯了一样，指着他大声嚎叫起来：“就是他，奸夫，小白脸，不要脸，和孙淼淼一样不要脸！”挣扎中还抓花了保安的脸，保安更气了，直接把他丢到了楼下的草丛里。 再看向顾奈，他面色低沉，敲了敲助理的桌子，嗓音冷淡：“这两天找人把电梯装上刷卡系统，从今天起，没有预约外人不得入内。”好的，顾总。助理的汗都快滴下来了。他又转头，淡淡的看了我一眼，便走了出去。趁着大家都没注意，我追上去：“你生气了？有点。” 他点头，怪我，我难过的低下头。现在公司的人还不知道我和顾奈的事，要不是保安行动麻利，还不知道他妈要说出多少东西。不是气你，他点了点我的脑袋，我只是气你之前怎么看上了这么个玩意儿。说到这，他顺势牵起我的手，走吧，下午请个假，我带你出去办点事。 车子开到一处大院时，我才反应过来，这该不会是要带我见父母吧？他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，嘴角噙着淡淡的笑。是我爷爷奶奶家，我爸妈旅游去了，你暂时还见不到。提到他爷爷奶奶，我更是紧张的双腿打颤。昨天还听他说要和兄弟争家产。 今天我就要见到富豪本尊了。豪门电视剧我看得多了，狗血的争家产戏码我也知道些。我吓得腿都软了。咱爷爷会不会像旧社会的老爷一样，身边站了一排仆人？或者会不会丢给我一张支票，让我早点滚蛋？他有些无奈。你想多了。事实证明，的确是我想多了。 饭桌上，他爷爷奶奶热情的要命，嘘寒问暖，拼命往我碗里夹菜夹鸡腿。尤其是顾奈拿出一只金手镯给奶奶，说是我选的时，奶奶高兴的合不拢嘴，转头就送了我两只玉手镯。据说一只是祖传的，另一只虽买了没多久，却价值连城。 他爷爷一口一个“乖孙”的叫着我，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最后大手一挥，丢过来五本房产证，你那套小房子就别住了，以后有了孩子不方便。你们选选，喜欢哪套直接拿去。听他提孩子，我有些脸红。顾奈倒是淡定，收起五本房产证，一起揣进了我包里。 最后，在大家依依不舍的目光中，我和顾奈提了满满一大袋的珍贵物件，还有五本房产证，出了门。我一头问号，这和我想象中的豪门不一样啊！他似笑非笑，是没拿到支票，所以有些遗憾吗？他瞥了一眼我手上的镯子，你猜猜它多少钱？我摇摇头。他顿了顿。 可能我们两家所有的房子加起来都没他值钱。我一惊，瞬间觉得胳膊有万两重。在回过神时，车子开到了一家商场。他停好了车子，又仰头：“走吧，置办点东西。”他带我买了几件衣服，又买了些首饰和生活用品。正准备去楼上吃饭时，听到一家店里传来争执声。 一个男生的声音在低吼：“你什么意思？这不愿意买，那不愿意买，我还跟你在一起干什么？”女生好言好语的劝：“我今天钱没带够，等一会我妈转账来，我一定给你买。”男生似乎很生气：“你要搞清楚，我花了这么大的代价跟你在一起，不是来吃苦的。还有，你那房子到底买不买？” 越听越离谱，怎么感觉性别对调了？我好奇的伸头看去，这一看乐了，这不是我的老熟人宋哲和林雅吗？几年不见，林雅瘦了不少，也比从前会打扮了。看见他们时，宋哲正把林雅的手猛地甩开，转身时看到我，他愣住了：“你怎么在这？” 我为什么不能在？我反问。瞥见我身边的顾奈，他脸上的暴怒顷刻间转为戏谑。听我妈说，你找了个男人假结婚。他轻哼一声，又转头握住林雅的手。假的就是假的。我奉劝你，也找个有钱的吧，少走好几年弯路呢。我挺直了胸脯，不卑不亢道：“那你多虑了。” 我这次结婚可是认真的，那真是可惜了。一旁的林雅突然出声，她昂着头上前，眼睛上上下下的扫视着顾奈，又发出一声轻笑：“这么个大帅哥，却眼瞎找个穷鬼，两个穷鬼只能住鸽子笼。”说到这，两人齐齐笑了起来。我一阵无语，想必是宋哲和他说了我那间公寓的事。 当时我和家里借钱买公寓，宋哲明明还一脸感动，没想到他内心真实想法却是这样的。正想着，顾奈开口了：“是吗？”他扬眉：“你可以说我丑，但你不能说我穷。”他转头看向林雅：“我刚刚分明还听见有人因为买不起东西在争吵，转头却说别人穷。” 哪来的底气？林雅被戳中心事，顿时有些慌了，狡辩道：“你们没见过世面吧？压根不知道这家东西有多贵。而且我不是买不起，我说了一会让我妈转账给我。我看了一眼店铺，从前我和我妈经常来这里买东西，早已是这家店的顶级 VIP 了。” 可我没想到的是，一向沉稳的顾奈居然较真上了，牵着我就走了进来。这一面墙的包全给我包上，他指着一面墙瞎比划一通。我拼命的偷偷拽他，买这么多干什么？包又不能当饭吃，买！他斩钉截铁说的超大声：“咱家有一个房间专门给你放包，不用白不用。” 林雅肉眼可见地变了脸色，看向顾奈的眼神都不一样了。柜姐快速地整理好，又抬头：“请问有会员吗？因为有的产品需要配货，我们要看一下消费记录，才能决定是否卖给您。”站在一边的林雅突然轻笑出声：“穿帮了吧？我看你们是打算买下来，再去中古店卖掉吧。”说到这。 他撇嘴，满脸的嫌弃道：“没必要，真的没必要，打肿脸充胖子，明天说不定就吃不上饭了。”我淡淡的瞥了他一眼，然后报出了会员卡号。柜姐一番操作后，惊叫出声：“居然是我们店最高级别的会员！”说完，便叫人把我们请到了贵宾休息区，一边给我们端茶倒水。 另一边飞速地给我们打包起来，外头的林雅也打算冲进来，被柜姐拦在外边。对不起，我们贵宾休息区只能给顶级 VIP 客户使用。看着柜台上一堆包，我不禁责怪起顾奈来：买这么多干什么？你知道的，我不喜欢高调。他歪着脑袋，定定地看着我笑。都结婚了。 还没给丈母娘送过礼物呢。等她刷完卡，带我走出店门时，门口的两人脸都黑了。宋哲气急败坏：“孙淼淼，你究竟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是真穷还是装穷？”林雅此时也没了之前的嚣张劲，看向顾奈的眼睛里多了一丝柔情。哥哥，他捏着嗓子，声音发腻。 哥哥，要不要留个号码？改天大家一起出来玩，交个朋友。顾奈疏离又客气，抱歉，我已经结婚了。说完，拉着我往停车场走。林雅还想追上来，被几个柜姐吆喝住了：“让一让，让一让，我要给客户送货到车上。”林雅气得直跺脚。宋哲站在原地。 死死的盯着我，眼神晦暗不明。到家后，我累得躺倒在了沙发上。顾奈忙前忙后的收拾东西，末了，他在我身边坐下：“咱什么时候搬去别墅？”我一顿，想起宋哲说的鸽子笼，顿时有些难受。你也嫌我这小，想什么呢？他低头指着地上的一堆东西：“东西太多，放不下了。” 我也望向那堆东西，却没开口。说实话，我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了。我不知道我和顾奈现在到底算什么。我们只是凑巧办了酒席，没有领证，之前也没有感情基础。平心而论，他对我很好，但也只是对我好，应该没有其他什么意思。如果搬过去， 后面该以什么身份相处呢？我低头想了会，淡淡道：“再等一段时间吧。”怎么了？他敏锐的察觉出我的情绪，我摇头，随便找了个借口。我在这住了不少时间，搬新家可能会有些不适应。他侧头看我，许久后点头，明白了。我懵了，明白什么了？ 晚上又是背对着睡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，他把手机递过来：“我给你批了几天婚假，这几天为了你的安全考虑，就别去公司了。”我一愣：“那你呢？”他低头想了想，又道：“我最近有点忙，早上陪你办点事，然后我再去公司办什么事。”等他一脚油门把车开到路边停下时。 我才注意到门上的几个大字：“房地产交易中心。”他取了号，又拿出我俩的身份证，还有房产证，给窗口递过去，办过户。我懵了，十什么意思？他目光温煦，我知道你不愿意住别墅，是没有安全感。我也知道新婚姻法加名字也说明不了什么，那我就把房子过户给你。 我人傻了，就因为我昨天犹豫了一下，他就要送套房子给我，他疯了还是我疯了？而且他分明是理解错了意思啊！我结结巴巴开口：“那我的大平层还没过户给你，我不用。”他的手随意的搭上我肩膀，没本事的男人才会惦记女人的东西，我不会，但我也不乐意了。 哪能说好的东西不兑现呢？我一巴掌拍在他背上，信誓旦旦道：“明天我们再来一趟，我把我的大平层过给你。”正说着，隔壁响起了吵闹声，听声音还有些耳熟，大家都凑过去看热闹了，我也没落下。这一看，直接惊呆了，居然是宋哲和林雅在打架。 宋哲死死地拽着林雅的头发不撒手，喊得脸红脖子粗：“贱人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这干的是人事吗？”林雅不甘示弱，给宋哲脸上抓了好几道血印，还不是因为你逃婚？你能逃一次就能逃第二次？我怎么能相信你？旁边有围观群众在热议，我听了半天才听清楚缘由。 原来是他们俩昨天刚买了房，本来林雅答应好好的，房本写上宋哲的名字，可今天来办房产证时，宋哲才发现，林雅背着他重新和售楼处签了合同，去掉了宋哲的名字，所以拿到的房本上只有林雅一人的名字。围观的人边看边啧啧道。 这女的下手可真够狠的，这男的脸应该很多天都好不了。我正看在兴头上，就听宋哲气急败坏吼道：“当初真是瞎了眼了，找你这样的！要不是你，我怎么会抛弃淼淼？真是站着也能中枪！”林雅伸手就给了他几个大逼斗，边打边嗷嗷叫：“那也是你自己愿意的，老娘没逼你。” 顾奈拽了拽我，别看了，走吧。正打算走，被宋哲逮了个正着。孙淼淼，你站住！我回头，一脸纳闷。他走过来，一把抢过我手里的东西。大致看了一眼后，他脸色瞬间变了。你来办过户？他眼睛瞪得老大，里面布满红血丝，很是吓人。 我不自觉后退一步，却一把被顾奈扯到身后。怎么了？你有事吗？顾奈个子比宋哲高出大半个头，此时他抱着手臂，低头看着宋哲，颇有居高临下之势。我不信，他恶狠狠的把回执单丢在地上，又在上面踩了一脚。你孙淼淼凭什么过得比我好？我不信。 也不需要你相信，我嘚瑟的回了一句。顾奈怕我们再吵起来，拽着我走出了交易中心。我不会开车，顾奈给我叫了辆车，又千叮咛万嘱咐，叫我以后见到宋哲躲远点。我各种做保证，好说歹说，他才总算一步三回头的开车去公司了。在出租车上时。 我突然接到老同学电话，他一通寒暄，聊得我莫名其妙。虽说我在本市读的大学，可现在毕业了两年，和之前的同学也基本断了联系。说到最后，他总算说到了重点：“淼淼，今晚有同学聚会，你来不？”一想到刚刚顾奈嘱咐我的，我连忙摇头：“不去了。” 我今晚正好有事，别呀！同学在电话那头叫唤，咱班主任当年最喜欢你了，他今晚也来，到时候见到你一定很高兴。班主任也来，我犹豫了。当年我是班里的班长，和班主任接触的最多，班里只要有任何好事，他都会给我留一份。那宋哲去不？ 我小心翼翼问出口：“放心吧，他不来。”同学笑声爽朗。想想也是，他都被抓花脸了，应该不会再去了。我答应下来。晚上到达聚会地点时，我才发现我被骗了。偌大的包间里哪有老师的影子？满满两大桌坐满了同学，而且都是当年不怎么对付的同学。 更过分的是，他们还故意告诉了我一个错误时间。眼看桌上的菜只剩了一半，他们最起码已经吃了有半个小时了。不少同学都已经喝大了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走进包间，瞬间成为众人的焦点。此时，林雅和宋哲坐在桌子中间位置，宋哲脸上的血痕结了痂。 看着有些凶狠，我下意识转身就走，却被同学拦住了去路。“别走啊，老同学！”他笑得不怀好意，“来都来了，不和我们好好聊一聊吗？你什么意思？不是说老师会来吗？”我有些恼火。他摊手，摆出一副无辜的样子：“本来不打算叫你来的，可林雅说了，只要把你叫来。” 今天的两桌饭他请客。林雅这时端着杯子走过来，走到我身边，笑得得意：“想走吗？那把你老公叫来接你啊。”他忙，我推开他，打算走，他却再一次叫人拦住了去路。他的视线慢悠悠的在我身上扫了一眼，又提高了嗓音，朝众人道：“我们的孙大班长嫁了个帅哥富二代。” 大家不想看看吗？想，底下怪叫声一片，混合着口哨声。他没空。我握紧拳头，努力克制住怒气，又低声重复了一遍。忙，他像是听见了什么不得了的事情，大声惊呼起来。她说：“她老公忙，哎，那我们就在这一直等着。他总有忙完的时候，对吧？”有人听了这话。 走过来堵住了门，这人显然是喝醉了，走路一摇一晃，通红的脸朝众人吆喝：“既然忙，那我们就替他照顾好你呀、啊！”说完，眼睛毫不避讳的扫视在我身上，带着些许的流氓意味。坐在桌前的人笑成一片，满包间的酒味混合着烟味，熏得我睁不开眼，我快气炸了。 握着手机的手不自觉打开，犹豫着要不要给顾奈打个电话。可手机拿出来，我却又塞了回去。他今天赶回公司是要处理一个招标项目，我要是现在把他喊来，恐怕会让公司损失不少钱。正纠结着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是顾奈，我飞快的接起，在哪？ 一瞬间，安全感十足的声音充斥在耳间。金辉饭店二楼，听到熟悉的声音，我突然有点想哭。在那等我。说完这句，他就挂了电话。从公司到这边，最快也要二十分钟。我感觉每一分钟都过得有些度日如年。林雅把我和顾奈的通话尽数听了去，又举着酒瓶。 朝众人欢呼：“呜呼，淼淼的老公要来喽！”说到这，醉醺醺的冲我道：“既然你找了个有钱人，那等你老公来买单，没问题吧？”我还没说话，他便招呼起众人，点了很多道大菜，顺便开了很多瓶上千块的酒。众人一阵欢呼雀跃，敞亮，谢谢孙老板。 眼看着每桌又上了好多盘硬菜，我的心直滴血。正肉疼着，顾奈推门走了进来。他皱紧眉头，拉着我就走，走回家。林雅见到顾奈，眼睛都发光了。哥哥，他柔声叫了一嗓子，假装没站稳，朝他身上扑去。顾奈眼疾手快，一下子侧开身子躲开了。 林雅没防备，摔得满地鼻血。她从地上爬起来，指着顾奈，阴阳怪气地对众人道：“大家都看见了吧？孙苗苗找了个这样的，转头就把宋哲给抛弃了。”顾奈眼眸瞬间冷了下去，脸色差的难看。下面的人议论纷纷：“难怪和宋哲分手了，原来是找到下家了呀。” 女人不就是这样吗？嫌贫爱富，可怜宋哲了。跟他谈了好几年，宋哲这时候也摇摇晃晃地站起来，似乎喝了不少。他打了个酒嗝，面色通红。孙淼淼，我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问你一句：如果我和林雅分了，我们还能不能在一起？我深吸一口气，强压住怒火。宋哲。 你还不清楚我们之间的问题吗？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，宋哲的嫌贫爱富、懒惰散漫是刻在骨子里的。就算没有林雅，也会有李雅、王雅。他从不想着靠自己去奋斗，但凡他要是遇见更有钱的，都会被吸引走。可我心里这些话还没说出来时，倒是被他打断了。问题吗？ 我看是你的问题比较多吧。他从口袋里拿出两张纸，一条条的读了起来。孙淼淼，你和我在一起这几年，你哪点对得起我？你的缺点加起来，我两页纸都写不完。没有付出，对我不毫不上心，从来不照顾我面子。有人打圆场，被他甩开了。他摇摇晃晃，正好。 今天趁着酒劲，我把什么话都说了。他伸手比划，每个月赚六千，只给我花两千，买了房子还要我还贷。在家时头发掉了一地，从来不剪。分手还把我东西寄到公司去，你是嫌我不够丢人吗？他话还没说完，顾奈在我耳边突然扑哧一下笑出了声。 你这是软饭硬吃，剪头发这事也要拿出来说，要不你找个光头吧。他牵起我，正打算往外走，林雅不干了，大声叫唤起来：“哥哥，淼淼说了，今晚这顿饭你来买单。”我冲顾奈直摇头：“我可没说过这话。”我们走吧。林雅不依不饶：“哥哥，你这么有钱，又是淼淼老公。” 请淼淼的同学吃一顿，应该没问题吧？他扑腾着大眼睛，很是无辜。顾奈听了这话，转头问我：“菜是谁点的？”我指了指林雅，他：“哦，是吗？”他又转向林雅：“那你点的菜和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想让淼淼丢了面子吗？”林雅提高了嗓音，顿时周围鸦雀无声。 都等着看我们的笑话，可顾奈只是挑了挑眉，他的面子需要几盘菜来决定。林雅被噎得一阵无言，我在心底简直乐开花了。林雅真是小瞧了顾奈，商场如战场，顾奈经商这么几年，谈判对他而言从来都是最简单的事。 他能这么执着，想必是中彩票的二百万已经用完了，而今晚这顿少说也要好几万。眼看着顾奈不愿意付钱，林雅急了，嗲着嗓子跟在身后叫：“哥哥，你等等我，你别走。”顾奈不悦的转身：“哥哥什么哥哥？你是母鸡吗？受到这样的侮辱！”林雅顿时涨红了脸。 他暴怒地跟在我们身后走出酒店，眉毛怒气冲冲地向上挑，面目气倒有些扭曲。你们给我站住！与此同时，我的手被身后的人钳制住，拽得我一个踉跄。我不悦回头，正打算给林雅一巴掌时，却发现拽住我的人是宋哲。他面色铁青，像极了一只快发怒的狮子。淼淼。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，你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我甩开他的手，我结婚了，你冷静点吧。就他，他冷哼，你是看上他的钱了吧？我无奈叹了口气，总比找你这么个又傻逼又没钱的强吧。他却突然笑了，笑着笑着，他牙齿咬得咯咯作响，又朝顾奈道：“你听见了？他只是看上你的钱了。” 不好意思，顾奈无奈摊手。淼淼家比我有钱多了。你知道孙发集团吧？他爸开的。什么？宋哲和林雅两人惊叫出声。肉眼可见地，宋哲彻底震惊了。倒是林雅没两秒就恢复了神色。他从身后走过来，突然轻笑一声道：“再有钱能有什么用？”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吧，这地方就要毁灭了。三天后，丧尸就要来了。他冷不丁的一句，听得我一阵莫名其妙。再看着他神神叨叨的模样，也不像是真的。我狐疑的看向他：“你喝大了吧？小说看多了，爱信不信。”他满不在乎的耸肩：“我是从半年后穿越回来的，不然你想想。” 我为什么能中彩票？还不是知道了以后的事。所以我赶紧买了房子，还特地买了顶楼，还不是为了防丧尸？我奉劝你们呢，赶紧把钱都取出来囤物资吧，不然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那你怎么彩票就中了一次？宋哲疑惑，他嘴角的弧度轻蔑：“我哪记得住那么多次号码？记得一次就不错了。” 真是疯了吧！我忍不住摇头，再看向顾奈，他也是满脸的不信，拉着我就去了停车场。车子启动后，把他们二人远远的甩在了身后。顾奈认真开着车，表情专注。我想了一会，犹豫开口：“你说，他说的那事是真的还是假的？”顾奈嘴角微微勾起，扬出好看的弧度。 不重要，我爷爷的庄园里有个菜园子。末世要是真的来了，够我们吃很久了。哦，我稍稍的放下心来。第二天，顾奈也休了假，和我一起收拾东西，准备搬去别墅。打包到最后一箱东西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我去开门，却发现门外是宋哲。我顿时沉下脸：“你来干什么？” 我和林雅分了，来找你复合，他说的理所当然。我在你眼里那么多缺点，你还是找别人吧。说完，正准备关门，却被他一把抵住。孙淼淼，你昨天驳了我的面子，那我肯定得找不回来。但我还是爱你的，所以我愿意主动来求和。有病！我掰开他手，正准备推他出去。 他目光却又停留在顾奈身上，漫不经心的扫了顾奈一眼，又哼出一声讥讽的轻笑：“你真有意思，这屋子里的东西都是我和淼淼一起选的，你不觉得你像个插足的吗？”插足的，顾奈笑出声：“这东西写你名字了，你叫他们一声，看他们答不答应。”随后又点点头。 你要是看上哪些东西就拿走，毕竟我们也不缺这点东西。宋哲听了这话，却毫不生气，又转向我，好言好语地劝道：“淼淼，你听话，丧尸就快来了，我囤了好多东西，只有我能保护你。”顾奈终于站起身，一把把他丢出了门外。出去。宋哲个子不高，力气也小。 被顾奈这么一拎，便没了反手的余地。他在外面拼命拍门：“孙淼淼，你会后悔的！”最终因为噪音太大，惊动了保安，被彻底请出了小区。没了旁人的干扰，我和顾奈很快收拾好东西，装上了车。车子开出小区时，我看见宋哲跟在车子后面，张牙舞爪的挥手叫我们停车。 顾奈轻勾嘴角，一脚油门踩到了底，很快他就消失在了后视镜里。虽说不太信林雅说的话，可我还是提心吊胆了三天。结果一天天地过去，什么事也没发生。第四天时，我看见林雅新发的朋友圈：“傻逼，当初还敢拒绝我？” 现在不就是因为我中了彩票，当老娘傻的？下面附上了九宫格聊天记录截图，都是他和宋哲对骂的。我一页一页的看过去，简直要给林雅跪了。所谓的穿越丧尸都是他胡编乱造的。当年宋哲看不上他，他又深知宋哲爱财这一点，于是存了报复的心理。 利用中彩票这一点，搅黄了他的婚礼，又把他骗得团团转。因为林雅确实中了彩票，宋哲对他说的丧尸那番话深信不疑，转头就通知家里人，把为数不多的存款都拿出来囤物资。他还在亲戚群里大肆宣传，叫大家多囤物资。结果一天天地过去。 什么事也没发生，家里倒是囤了一屋子的粮食，家里的钱都用的差不多了。他爸妈气不过，把他给揍了，后来又被当作是精神病，被亲戚骂到退群。最后他找林雅对质，又被林雅劈头盖脸骂了一顿，属实是要多惨有多惨。也许是怕我没看见。 林雅转头又把聊天记录发给我一份，这人真够缺根筋的。我跟他说买了顶楼为了防丧尸，他倒真信了。其实是顶楼的房子便宜，还有中彩票，不过是我运气好罢了。这人怎么啥都信呢？随后又给我补了一句：“你快谢谢我吧，要不是我，你现在就入了火坑了。”与此同时。 我又收到宋哲的微信：“淼淼，你去哪了？我在你家门口，你搬家了？你搬去哪了？一定要告诉我呀！我永远爱你。”神经病吧！我把两人的微信通通拉入了黑名单，就让他们二人相爱相杀去吧。烦人的事情解决了，眼下我又有了更棘手的事。按理说。 我和顾奈办了婚礼，在一起也有一段日子了，别墅也搬进来住了好几天，同床共枕这么多天，他愣是碰都不碰我。我给闺蜜打电话求助，她在电话那头兴奋无比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去买套最性感的睡衣，再买一套成套的内衣，保准迷死他。听得我一阵脸红。 真的能迷死他吗？真的，真的。电话里闺蜜连连保证，这如果都不能迷死他，那完了。淼淼，可能他有什么问题？我一愣，倒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当时我们婚结的那么仓促，他又一直是男神级别的存在，在不知道我任何信息的情况下，怎么会看上我这么个小小的职员？又或者？ 他只是为了结个婚争家产，所以呀、啊，闺蜜在电话那头劝我：“你要抓紧了，要是真不对劲，趁着还没领证，赶紧撤吧。”我点点头，说：“干就干。”趁着顾奈还没下班，我打车去了附近的商场，选了全店最性感的一套睡衣，这镂空程度看得我都脸红。晚上。 我特地做了牛排，又倒上了红酒，关了灯，点上蜡烛，又放了最合适的轻音乐。这暗示足够明显了吧？当他切第一块牛排时，我不经意的一个扭肩，外套顺势滑落，一瞬间身上只剩下了里面那点面料。气氛到位，一切都刚刚好。可他猛地呛了一口。 喷了一桌子的意面，孙淼淼，你吃错药了！他把我拎到房间里，有些生气。进去，穿好衣服再出来。砰的一声后，房门被他关了起来。看着黝黑的房间，我突然一阵委屈。我死命咬住嘴唇，可喉咙发紧，鼻子也跟着酸了起来。果然，他就是不喜欢我。 他找我就只是为了完成结婚任务，然后争家产，我脸都不要了，豁出去一切。他竟然这样，越想越委屈。黑暗中，我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。顾奈听了动静，开门进来，他蹲下身，又给我披上衣服。怎么了？他一脸莫名其妙。你还问我怎么了？我看见他一脸无辜的样子。 更委屈了，你是不是不喜欢我？你找我就是为了争夺家产吧？夏胡说，他伸手抹去我脸上的泪。谁说的这话？我去撕烂他的嘴！我醒了，把鼻涕开在他身上，一开口满是鼻音。那你说，我们现在这样到底算什么？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我以为他会说是有。 搭档，可他坚定开口：“我把你当老婆。”看着他不像是骗人的样子，我一撇嘴，又掉了两滴泪下来。那你怎么？你怎么？我满脸通红，说不出话来。可他突然顿悟了，瞥见我身上的衣服，他笑了，笑着笑着，他的脸也有些红了。孙淼淼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没有。 我死鸭子嘴硬，不顾我的反抗，他十指扣住我的手。我是怕你不喜欢我，只是为了赌气才和我在一起，而且我们还没领证，我怕唐突了你啊！我不信，我吸了吸鼻子。他叹了口气，语气中满是无奈。这么长时间了，你还不明白吗？我哪里有兄弟姐妹，怎么会需要争家产？ 好像是，我突然回过神来，这么久了，是没见过他家有什么狗血八点档戏码，甚至他爸妈出去旅游了两三个月，一直都没回来，哪里有半点豪门争斗的样子？他俯低了身子，与我对视。我其实一直想找个最合适的机会和你求婚，可今天气氛到这了。 我不得不把这事提前了。他从口袋里拿出戒指，孙淼淼，我真的真的特别爱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一瞬间愣住，又被大钻石闪得睁不开眼。我咬着下嘴唇，面色羞得通红。你真的喜欢我？他认真点头。孙淼淼，他的手放在我后脑勺，轻轻的唤我。 其实我很早就喜欢你了呀。番外，我其实很早就喜欢他了。那会我爷爷嫌我忙于事业，一直单着。他拿出一叠相册，一页一页的翻给我看，这里面都是之前大院里的女孩，都是和你订过娃娃亲的。你挑挑，看看有没有喜欢的。我有些震惊，没想到我爷爷竟然这么生猛。 一页一页地翻过去，我看到了他肉嘟嘟的小脸，脸上挂着鼻涕印。我还有些印象，小时候他每天不是在抓我屁股，就是哭得满脸鼻涕。后来没多久，我家就重新买了房子，搬离了家属大院。再后来，听说他家也走了。那会他顶多也就三四岁。这么多年过去了。 也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了。我笑着把相册还给我爷爷，还是算了吧。我说，这么些年了，说不定这里面的人都已经结婚了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我在公司看见他了。虽然只是个实习生，但他叽叽喳喳,喳的，每天都乐呵呵的。因为他的到来，办公室的气氛都活跃了很多。 那些男同事茶余饭后也都在议论着他，我忍不住多看了他几眼，有些可爱。后来公司举办中秋活动，他们部门玩游戏输了，他被领导推上去表演节目，他也没生气，当即跳了个丑丑的舞蹈，滑稽又笨拙的动作，逗得身边的人哈哈大笑。 那天后，更多的人开始议论他，甚至有人在公司论坛上给他表白。我突然有了一种抓心挠肝的感觉。后来，我妈叫我去相亲，看着身边的胭脂俗粉，还有深绿人工脸，我突然无比想念他。身边议论他的人越来越多，我甚至听见有人说要和他表白，我气得牙痒痒。 我想把她捐在家里，不给其他男人看到。最后，这种欲望越来越强烈，我开始想方设法吸引他注意力。我找人查了他的背景，想着能不能找到点追求他的切入口。可资料拿到手，我却震惊了：他居然是本地最大集团企业的独生女。一时间， 我准备砸钱的念头也压了下去。我又在知乎上搜索了好多种追求女生的办法，可还没开始行动，他便和我请假，说要休婚假。我一愣，一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他居然有男朋友，心里酸了半天。我淡定点头：“员工结婚，作为老板，我总要去的。那就给我一张请帖吧。” 我只是想去看看，多优秀的男人才能吸引她的目光。可是人非但没见到，甚至还逃婚了。我听见他站在台上说：“谁愿意做他新郎？他送大平层一套。”我想的是：“我愿意呀、啊，哪怕是我给他一套大平层，我都愿意呀、啊。”我毫不犹豫走过去，说：“我愿意。” 肉眼可见地，他紧张了。其实我更紧张，生怕他拒绝。还好他同意了。后来他问我为什么会选他，我胡诌了一个，说是为了争家产。他居然信了，傻不傻？我爷爷就我这么一个孙子，哪里用得着争？接下来的事情顺理成章，我们住到了一起。 又带他见了我爷爷奶奶，但我一直不知道他究竟喜不喜欢我。我只能拼尽全力的对他好，好到他的眼里再也容不下别人。后来有一天，不知道他是不是吃错药了，饭吃的好好的，他突然脱下外套，里面穿的跟个比基尼似的。我瞬间垮下脸，胆子真是越来越大了。 这里面穿的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这要是穿出去被别人看见还得了？我把他拎回房间，叫他穿上衣服。可他在房间里哭得梨花带雨。电石火光间，我突然明白了他在干什么。所以他是喜欢我的。我眼眸一暗：“你意思是你喜欢我？”他羞涩点头。那天。 我忍了快三十年的弦突然崩断了，我摁住他，又十指相扣住不撒开。连续几天，他都连连求饶，我也顺势休了婚假。我们俩一连好多天都没去上班，活动范围仅限于家里那块两米的地方。后来我爸妈旅游回来，他们听说了我和淼淼的事，甚至比我还开心。 第二天就带着满满一车东西，带我去淼淼家提亲。我记得那天，淼淼爸和我爸一杯接一杯的喝，最后喝得满脸通红。他拍着我的肩膀，郑重交代：“我这宝贝女儿，以后就交给你照顾了呀。”他还告诉了我一个秘密：其实他早就相中我做孙家女婿了，奈何儿大不由娘。 淼淼早早的谈了恋爱，他便替淼淼投了简历到我们公司，想看看我们俩会不会有缘分走到一起。说到这，一向在谈判桌上运筹帷幄的孙总竟红了眼眶，他下巴微微颤抖，声音有点哽咽：“这可是我一手养大的女儿，但凡你要是对她不好，我能让你们公司原地破产。”我连连点头。 握住淼淼的手，不舍得松开。我怎么会舍得伤害她？要是她过得不开心，我宁愿这公司不开了，也要陪她出去散心。再加上我们的爷爷也是曾经的好兄弟，于是，在大家的催促下，淼淼终于同意和我扯证了。再然后，她怀了孕，因为是双胞胎，她反应大的厉害，便辞了职。 在家养胎，反正我有钱，别说是养他们娘仨，就算是十个二十个，我也能养得起。哎呀，糟糕！字刚打到这，被他发现了。大半夜的，他头发凌乱，一声不响地站在身后，吓了我一跳。他咬牙切齿地揪着我的耳朵，眼睛通红：“你还想我生几次？” 就这一次，我就受够了。说到这，她眼眶又红了，呜呜，老公，我想吐，我好难受，浑身都难受。她确实吃了不少苦头，每天看她孕吐的样子，我恨不得发明一个痛苦转移器，把这些痛苦通通转移到我身上。我紧紧抱住她，乖，就这一次就好，一次就好。哦不。 我抱住他的手又收紧了些，要是实在难受，咱就不要了。你讲什么话？他拧起我的耳朵，原地转了三圈。这是我的娃，怎么能不要了？要要要！我连连点头。你想要，咱就要。这才对他点点头，脸上写满了小得意。好说歹说，才把他哄去睡觉。后来他生了两个儿子。 在儿子过周岁生日的那晚，她突发奇想：“老公，我们再生个宝宝吧。”儿子有些闹腾，我还想要个女儿。想到她之前怀孕痛苦的样子，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：“不行，你太瘦了，怀孕对你有伤害。”可她一脚把我踹到了床下：“这个家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主了？”于是没几个月。 她又怀孕了，还好，这次是单胎。九个月后，她生下了一个小公主，长得像极了她。我抱着他们娘俩，舍不得撒手，甚至想原地退休，享受天伦之乐。故事差不多到这也就讲完了，反正最终的结局就是我守着她，她拖着三个娃。 从此过上了没羞没躁的幸福生活。